虽然抽到是很爽，没错啦，但是看起来是被赶出来了。好了，我把那刚那台车叫过来。里面太亮了吧，不可能这样进去。贵宾室哎，你能进去吗？你有买吗？没。你有买贵宾吗 ？No。那走，我们一起被赶出去，有没有？然后一坨人一起冲进去，都会一直出来吗？会啊，我刚刚全部都被传出来啊！我刚刚就是说我被赶出去，杰克说：“应该可以啊。”怎么了？我刚刚可以点到喝酒，喝酒，可恶！我一口，好，再，看谁喝到酒。啊！你先走，刚挤到这里。哎呦，没点到。那个喝酒选项，这台吧，终于看完了，我的妈呀！可恶！使用笔电开始都钻石赌场抢劫任务哦！可恶！有钱的嚣张哦！这台，为什么我不能邀请你们啊？是因为我们在里面吗？我不知道，我直接开任务看看哦。好。好。你开动看能不能邀成为 CEO。再次真的没有那麼特別。哦，等我跑任务。我被赶出去了。你喝到杰克又有任务啊？你是不是赶到大厅哦？赶到大门口了。我被抬出去，真的假的？这样可以抬出去，我要啊！对，你这个到最后就被抬出去，你要干嘛？好，需要我解锁。他说我还没解锁，然后我按了，他就把我弹出来了。好，还没解锁什么意思？他的机器还没解锁，所以你还要再买机器？应该是不用买机器，但是感觉是要过个什么前置任务吧？好，就当是接啊，接啊。我想被赶出去看看。哎、欸，这台车有 bug， 我那个穿物件，我头会穿到屋顶上去哎、欸。哇哦！那你要开天窗。你在笑什么？这旁边人家在抽烟，人在旁边那一直看着他，他一直看我，然后我在看着他，然后那脸就一直很好笑。我被抬出去了，耶、yeah! ！他说：“街机铺管理应用程式未解锁，你必须先获得街机铺取的设备。”哦，设备是要去先抢设备之类的吗？可能。哎，我也出来了。啊，你们加进来了吗？啊？等一下，刚被两个人抬出来。好，还没加。加了。不少。可以进去了。哪里啊？哦，这个。九阴白骨爪，他就出来了。哇！按到了，我按到了，嗨谁？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设备，哇，你的街机铺好旧哦，还不能打电动啊？啊，就还没用好哦，刚买下来而已。可是我出来要干嘛？他没有给我任务啊。你没有人可以讲话接任务之类的吗？只有最后一台机器可以讲话。为什么我只有一把枪？波哥单位机不是这个，还是有人可以有解？有人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吗？进入地下室，还有地下室哦。有，那抢劫的地方。哎，那怎么换武器啊？就是换那把枪、啊，然后滚轮。tape 滑过去，然后滚轮。哦，看到了。你要玩原子宝？哦，街机部上面也有一个。哦，感觉地下室是存那个物质的地方。哎、欸，红了啦！哦，这里有台电脑。上下的电脑都一样，我也开不起来。
那只有老大才能够使用电啦、啊。嗯。哎、欸，是怎么下去的？哈？就跟那个第一台讲话就下去啦、啊哦这个哦。你不是很可怕吗？这个占卜的。对啊。他就帮你占卜一下，你就可以下去啦、啊。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要干嘛、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红了、啊？不能坐下吗？你我可以坐下、啊，但就是他说设备未解锁啊。好、啊，应用程式未解锁，你必须先获得设备才能开始接下来的接机部跟策划区。按下开始键接受工作。那我刚按开始完全没工作啊。你就不这样？我按开始我就跑在外面了、啊，没了。嗯。好。对啊，哈，我是哈，傻眼。他外面两个 NPC 不能讲话吗？那个是刚刚剧情的东西啊，不，我跟他们聊聊看，应该不能讲吧？谁的？还是你地图上有没有出现什么新的？我刚地图上也看没有东西，没有。嗯。嗯，这不好玩，我要叫我的那个另一台车过来。车？哦，还是再跑一次我再跑一次第一个任务，然后我也来看看。好，来，好，我真的我也不知道，出去也没有任何任务给我。那我就先副手离开，我接身就好。那怎么离开啊？个人宅区内，不是空。哦啊 ，M 吗？保镖事务所。这台其实没有很好哎、欸。嗯。哦。嗯？怎么了？我刚刚看那台车在空中翻了一圈，然后又站在原地。亮。我已经忘了怎么改枪那些了、欸、你是很强的枪吗、啊、？MK2 的吗？很强啊！那你要去用那个机动作战中心里面。躲开了，很会撞哦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多人在这跑跑去啊？抱歉。啊！我也卡，是不是你咬他的脚？是。空中别墅。等一下电话。刚刚不知道你们打个电话给我，我下去喊一下。孤唱。啊！那应该是刚刚那个压到脚的那个。原来刚刚那个是男的。可能哦，有人穿这样子啊、哦！哦，有任务，还是我触发什么 bug 之类的？不知道，就我也是让他。正常，我想说按开始应该就有个什么任务出现啊。嗯。啊！既然被发现了，不要逼我，我要炸毁你。莱斯特商议提议的商机，走，好远哦！要慢慢走，真的很累。真的，开始沉逃。谁在飞啊？不、哦，困难好。护甲困难确定，配对关闭，好友，来自好友，繁星，阿基，杰克，走、
团结大战！啊！才是，才是不能接哦，有了。好了，嗯，好了。我觉得今天我可能第一张都还没碰到哎、欸，真的。甩在前置哦，真的是在前置啊，两小时有半小时在连线。之前玩是都是这样啊。跳过，哦，可以跳过，真棒！看过了，嗯，因为我们玩过了。等一下，我好像没有把骷髅马叫出来。哇，哇，等一下没有骷髅马哦，等一下是另外一台，嘿，一样是四人座啦，应该啦。我也是刚抽到的那台吧？对。好，我看到了。有办法叫车吗？你们叫上看，因为我的车在这边，我要再叫车的话，他说我车太近了。提供。OK。那不可能，他拒绝了我。那不可能，好吧。帮不到你。那我们就开这一台吧。哦，吃鸡喽。嗯。哦，好啊。等一下云会回来会有追兵哎、欸。那是哦、oh ，那就小心一点喽。嗯，啊，追兵刚刚枪很多吗？啊，枪啊，不，那个刚刚追兵很凶吗？追兵就一路追到底啊。哦，然后有车有摩托车。哦哦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开车，然后从车子的后视角在看，然后刚刚看到樱桃一只眼睛在看着我。你们往后开的时候，我会看到一只眼睛在看着我。哦，有哎、欸。压力很大，你知道吗？用第一人称也蛮有趣的、啊。帅威，哎呦，哇，失败！哎、欸，你看那这台车啊，你的，那、是什么仪？不是仪表板？凤梨头跑出来，前面跑出去啊！我知道，它是穿模、嗯。这个叫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表达，你想说，就是车子中间会有一个可以导航的那个机器，嗯 ，GPS， 这台里面有哎、欸，然后它现在是播放音乐的姿势，我在远远地方打，好，我们用狙击的，哎呦，这个人开车怎样子？狙击吗？我用狙的，哦，有乐感真好。打歪了，哦哟，要洗内了。画面在震。好，被树挡住了，是不是？痛！是不是被挡住了？那边看不到。哦，烂炮兵就是我！我不设枪战游戏，为什么这也射不到？这样射不到吗？距离太远了吗？欸、靠，这转头，我还在墙后面了，早说嘛！还想转头，还没死。郑允月，你去找吧，最里面左上角那一间。
等一下，现在我进去也很危险啊，慢慢来。啊。杰克，你旁边。哦，白痴哦，那音乐哦。怎么了？没有，那边还有个红红的点啊。音乐你旁边呢？哦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他真骂我哎、欸！我上去打爆你！那、啊、你说最里面哪边？左边。我翻进这边。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哇，好几十！没关系，还有一条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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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快！好吧，还是狙击好了。嗯，比较安全一点。你干嘛用走的？嗯，我正有个飘。哦，是。这边吗？我们这里，我们这里，这边上去。哎，杰克，你旁边，他要重生哎、欸，人会重生。我们是他们的奴隶。我、哦、痛痛痛痛痛！你说这边上面吗？第一间，这里这里进去，没有人吗？没有人。再进入找看，没事的，太屌了吧！看没人在里面发抖，穿白色的，很冷。你有看到？这里没有。嗯。看到有人在这里啊，楼上。我这里没看到。嗯。可能在另一边吧。每次不一样。这间吗？哦，种大麻哦。你说白色衣服是不是？嗯，在哈基那边吗？没有，还没看到。没有哎、欸，我在哈基旁边。因为你刚刚走过我前面了、啊，你知道我刚刚我的画面整个是黄的，热感，你知道吗？啊！哇哇！小心小心！不是，我刚零距离爆炸，我的护甲全部被打掉了。感觉就是二楼有门可以进去了，有二楼光。嗯。陈涛在哪里？陈涛，怎么在屋顶吧？没看到。哦，你真的在种大麻、欸？这没了吗？没看到。出来讲话哦，陈涛。陈涛，他应该会叫吧？会，他会叫啊。这里的一楼找到了，在一楼。对。啊，现在那个繁星碰到了。对。那你要载他回去了。走，我看一下哦，车在哪里？你要走了吗？我跟你走。那我们要在旁边护送吧。嗯，因为我们也没什么车，有卡车。我开卡车，你们开四人座嘞、欸欸？这几人座？有、欸、人下来喽！哦，这可以坐吗？他后面可以坐吗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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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躲一下躲一下，那可以，这个后面可以坐。还要来吗？他接下来吗？他接下来吗？那进你要上车吗？这一台。哦、好，后面后面可以坐，后面可以坐。我来了，等我一下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停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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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把他打了。好好。真是酷毙了！啊，你们就走了？好，没人了，没位置了，没位置了，没位置，满了满了。可以叫闭嘴吗？吵死了！没有，刚刚所以我刚才觉得他很吵啊，他语无伦次哎、欸。
前面，前面，前面。他在讲什么？语无伦次啊！哎呦！哦，这台车，高尔夫球车。哎、哦，没事，那个门换得很碍眼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帮你甩掉它了。他最近你是不是有点出去啊？我，你举枪的时候超出去的、欸。这开车好开哦！哇，你举枪的时候你这样子不这不怕出去、喔？你超外面的、欸，你怎么了？你真的不怕出去啊、喔？你近视很严重啊！我超级嗨了！居然有这台车可以开！有人在敲我脑袋！有人在敲我脑袋！赌场更新时有。好，我要追上一万。我开高尔夫球车。之前赌场更新的时候有额外的任务，可是我们、那时候我们没有开台阶，所以今天是再扩充的任务喽。是这样吗？所以现在解的任务是我们之前应该就应该要解的任务吗？对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应该是莱斯特那才是新的这样子。嗯，对，哈基，你知道你拿手榴弹那只是超好笑的，再一次，你看你自己的脸。那我先换掉了。到了吗？时间刚好。哎呦，快吐了！你把什么东西扔出去啊，哈基？口香糖。感应地雷。他把超往外扔。我想说，你丢了一个东西出去，我没看清楚。到了，到了。哦，抓到人了！我还在高速公路狂飙哎、欸，哦，不是大门哦，从侧门的样子，从侧门，感觉他点是在侧门。你撞伤了，超爽，超爽，超爽！给你叔叔关心一下。超爽。完成。好爽。超爽。